get you.胆大包天，光天化日横行霸道，国法何在？大臣的法，管不了我们东瀛人。快把国贼交出来！跪下！跪下！太子殿下，属下护驾来迟。在孤的地方横行霸道，污蔑太子妃。今日便是你们郡王亲自到场，孤也要治他个不敬之罪。殿下。 大日加斯郡王在楼下遇刺，已经身亡。什么？护送太子妃回府，过来处理。是。 郡王意外暴毙，案件重大，孤定亲自审查，还东瀛人一个交代。若有心之人借此发难，伤我臣民，挑起战端，孤定另起，以血祭旗。我大臣不吝迎战。太子殿下英武，不吝迎战，血战血偿。太子殿下英武，不吝迎战，血战血偿。 天冷，自己把衣服穿上。你生什么气啊？我生什么气？刚刚若不是我在场，你差点被那个人杀了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在做什么？我知道，我杀了一个人渣，东瀛攻略边境无恶不作。我身为将门之女，斩杀敌军问心无愧。将门之女，事到如今你还是…… 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危险，后果如何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？若是我刚刚不在场，你准备怎么逃脱？若是事手被擒呢？你有没有哪怕一刻为我想过？若是被擒，殿下放心，我自会自己承担，就用我的命来换两国交好。你就这么轻视自己的性命，在你心里，我就这么不可信任？你想保护我，我为什么没有资格保护你？ 你不愿用我的性命求和，我也不愿看到你的生命污损。我没有错。那你至少下次设想之前，同我商量一下。我如何保护你是我的事，与殿下无关。与我无关，杜斌，我在。 天冷，送太子妃回房，没有孤的命令，不允许她踏出房间半步。慎王已将幕后之人抓了，是谁？京兆府尹贾振元。是他。多亏七叔机敏。 这才抓住了碎心谷幕后之人。碎心谷处心积虑，一直谋害于你，竟然已经渗透到了朝中。这次务必不可心慈手软。
好，多谢七叔。 贾大人，你还真是柔弱啊！孤只是吓吓你，怎么还晕？别！大日家私入京后，强掳民女，欺压老少，犯下了死罪不下十桩，为何不上报？ 使团所带金银流水一般的进入你的腰包啊，贾大人！没有啊！还有这提前写好的奏折，太子私会东引郡王，恐意图谋反，一字一句，仿佛亲眼所见。孤怎么不知道贾大人何时加入了碎星谷？ 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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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！贾真元，你好大的胆子，里通外国构陷储君，九族都不够你诛的！哎呀，太子殿下饶命啊！下臣实在是逼不得已，那些碎星谷的歹徒一句毒相逼，下臣迫不得已才。 春风卷起一场涟漪，未等稻花开香满地，雪落发梢，唱一曲再无你负气。一过往未曾落一笔，叹众生万般皆是谜。求不得此生与你缘起镜花里。 怎奈用情深留，何必身上恨？难掩一场爱恨，一抹留恋沦为故人。几番烛影，让人心灼欲焚。拂断夜山，黄粱一梦在枕边，酒过一路更。问春何不走？